大婷婷。小伙你看我那个大个儿，然后还白，眼睛又大，基因又好，而且我的性格就是能动手尽量别吵吵，你说我能不能满足你那20万的彩礼呢？也就是赵十六姐的手，因为太好看的也不好。我这太好看的也不行。你为啥觉得太好看了不能多给彩礼？为啥？因为农村嘛，就是要一个过日子的就行啊，也不是说要那种就是长得跟花似的啥的，没有用，长得跟花似的，找一个经济实用的。就是平时吧，我就是出去干活了或干什么，你在家能做点饭什么的，现在已经很好了。你看死。你看看有没有觉得他现在说话顺道了？对对，灭灯了，顺道了。但我感觉现在你看你也不抓了，说话也顺溜了，十六点灯全灭了，你心也踏实了，是不是？太紧张了有点。在你的眼里，是不是现在你最高的彩礼价给到了16万，是十六姐，是不是认为十六姐是最适合你的女孩？对。她哪儿好？在台上说话呀，或者是那个与别人互动啊啥的，都比较感自己，我按我自己个人感觉的话是比较好。